我去，发达了，发达，发达！双胞胎，坚果不？跟上。走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有好久路，上次就可以照了，走。今天这个狗狗是谁？赶得住那就两三斤，赶不住就空的。看都看不到。看不到。棒棒轻轻的敲，靠在那些包包上。如果有声音的话，意思就有。哎，今天是放空当个强。森罗，快点过来，龙儿这儿。看好啊，这在不在？哎，当真呢，他就是打的高。呀，啊，你看，一早晨终于赶到一堆。今天的第一段，这要开张了，今天就问了。中气。不是的，赶到了都快点。哇，啊，这都好大。你去。哇，这都八十。又来一朵，走。哎，这一朵，专心下雨了吗？我过去看吧，把它熬起来。这一朵八十，开干开干！不晓得龙儿跑到哪去了，找到了吗？啊不，找蘑菇的别说了，来个蚊子咬嘞。我去，发达了，发达，发达！好大的两朵，你看，你看这朵，太漂亮了，实在是。哦，我这里还有一朵，双胞胎，这两朵八十，这里长了一堆崽，见过不？你看，这朵挖起来，哇，八十八十，哇，这朵漂亮。这趟找到3朵，点落，今天运气好真落，只找到一个，那边还有一朵。你看，这把它挖起来，这一朵才长得八十，哇，大脑壳一朵，装起。见到了不？啊不，脑壳皮子都给我剥了。戴个帽子啊，你帽子也不戴。走走走，朝上走。那就刚才那朵啊，一朵都没见到。没看到。哎呀。干点饭，已经中午了。哎，干点东西了的。哎，还得牛肉干。蚊子多了。我那是没长过，血性问题吧。啊咋？啊咋咋咋？这个啥子一个？皮虫不是？哎呦，我说我了好痛啊。好，回去了好好的身上检查，东西装起走。走走走走走，先干了。拿去走。我吃。走。哎，下次戴个帽子来。帽子都没有。买瓶花露水。老鬼不？见老丁，今天谁来还老鬼？你是啥子价格？今天今天是给老丁哦，给老丁哦，好多，好多呀。一斤你看，一斤啊？嗯。一斤毛子，你今天就捡了一朵哦。呀。25块钱。切，那你这捡了一朵，那你要好多钱？第二天我要去买瓶驱蚊子的。